感觉这个男士怎样？这人反正还觉得还挺好，就是说话有点太慢了。来吧，男嘉宾，一段聊天过后，您还要找一位女嘉宾上台来和您见个面，您会选择几号女嘉宾？四号女嘉宾，接下来咱先看看她的照片。这个真的最具年代感，而且你看那上面拍照的翻拍的时候，那感觉那个亮点，那就是当前那个相纸啊那样的，就感觉有点中性。就这个年轻阶段的，一般都会留俩大辫儿，然后哎照个相，涂上口红，当然是后上的颜色。那你知道吗？就是他那种烫发，那是当年最时髦的，剪掉辫子之后最时髦的发型了。啊，也就是说他对头发还挺上心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是啊。来吧，那接下来咱们掌声有请女嘉宾上场，看看她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子。大家好，我是爱说爱笑的刘凤琴。你到自己到自己名字好痛。哎呀，嗓子老疼了。不是，我刚才就特别想问，我说你是唱歌唱的嗓子唱哑了？对，唱歌唱哑的。我连唱两天。但是跟他通电话的时候，感觉这阿姨过得太潇洒了，自己就说平时哈就是跟朋友经常出去聚会，没事唱歌啥。我刚才问你，我只是打趣问一下，没想到问出来了。你是前天唱歌是吧？前天唱一天。昨天听说，昨天是听说花钱唱的，在南湖公园啊。对。待着没事儿吗？待着没事儿。你这样的，我想问一下，您唱歌的频率是一首接一首啊，还是中间喘口气儿啊？我原来一口气唱四个，我要唱六个。我也能唱，但是我会唱红歌，不会唱歌厅。不唱个缺氧啥的，哎，就直到把嗓子给唱倒了。你一口气儿唱四个，你最起码得20分钟以上啊。第一首青藏高原，第二首卓玛，第三首就直接那个天路，你说直接往唱女高音，全女高音，嗓子不行。第四首就忐忑了呗，唱中音了就唱不了高音，这还分高中音呢。声带可能很快了，但是咱说唱个一两首就完事得了呗，你按天儿唱，这也是个劲儿啊。就是这是你的最大爱好。对，爱旅游，最大爱好爱旅游，爱唱歌，唱没完没了的唱。没事。搁家对老公唱吗？一般？不也，我在上外头唱。啊，你需要找一个跟你能唱的一块去的吗？不是说只唱歌过日子啊，是不？就是，那你就可一天一天唱，咋跟你过日子？那嗓子好了再去唱去。我就是唱累了我就不去了，完嗓子养一个礼拜，好了我再去。男嘉宾早上出去唱歌，唱到晚上回来没工夫跟你唠嗑了。完了，人家养嗓子这一个星期，不要随便跟人家说话，养不好都你的责任。行啊。您不爱说话，您是想找一个爱说话的，还是想找一个跟你一样都沉默寡言的？想找个爱说话的。对。啊，所以说您真的，你唱哑了回家怎么跟人沟通啊？没劲儿。比划唱哑了说话也可以，慢慢说呗。啊，小声说呗哈。慢慢来吧，就这么一个豪爽、生活这么丰富啊、这么开朗、阳光的女士，平时生活到底啥样呢？她上公园都咋唱啊？咱看看吧。2045号刘女士，64岁，沈阳人，离异，有住房，国企退休，儿子已婚独立。大家好，我是爱唱歌的刘凤琴。我平时是特别活泼的人，我有很多朋友，没事我就出去旅游，看看风景，唱唱歌。老年生活就应该有老年生活的样子，让自己高兴的事儿，花点钱也没事儿。和我在一起，保证你每天高高兴兴的。我这个人是男人性格，豪爽大度，家里的家务多做一些我也不计较。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，开心才是重要的。跟我在一起，让你过得舒舒服服的，爱的选择我来了。我想问一下女嘉宾，您唱歌的兴奋点，或者是她心里去唱的原因是什么？我看都对您一对一服务了，谁检查谁就唱，没有人我也拿，我练歌到啊，到那练歌。练歌一首多少钱？
一首十块钱四个曲儿，所以让我又花15块钱唱六个，我嗓子哑了，唱不了了，不唱了。啊，其实你是要跟他去练歌，练歌是为啥？练歌我就挂着咱们什么聚会啥的，完了大伙演出都唱歌，啊，挂着这样式练练一练。前天群里聚会我去了，从上午11点唱到下午3点。如果您找的另一半不希望您老去聚会唱呢？没事儿，那不希望我就不去呗，同意。我去我就唱，你问不同意去我就不去。如果二位牵手呢，问问他允不允许你唱来。同意，同意。你刚才还需要有个人跟你聊天呢。那人家爱好，你不能现在唱啊。您的频率是？我就是一周我能去一回两回，行不？一两天啊，去唱歌，带你去，你去不？带我去，我去。哎呀，那肯定了。听着，找另一半我就带着，到哪在哪。是吗？来吧。就开两话也是给他一个面子的，先打个分吧，男嘉宾。首先给我们女嘉宾打个分，98分。女嘉宾给男嘉宾打个分，我给你打100分。好，接着前面咱们坐着聊，来有请。哎呀，你几个孩子？一个，男孩女孩？女孩。啊，都成家了。对。在国外，新加坡。那这你又立足立脚了。我就没有什么累赘的，对，啊，挺好，挺静心的一个人，挺不好，没有那个牵挂，也没有累赘的。我也是一样，我也是没有什么牵挂，孩子说他老带我也不管。那你住房呢？住房我自己儿子婚房给我了，给我让我先暂时住着，啊，住到我没了，他就卖，我活着我就先住着，他有儿子这么说的。好。接下来咱也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啊，就这么活泼开朗的女士，她的感情生活是如何的。